大家好，明天就是中秋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头两天我给大家发的紫罗兰，大家都陆续的收到了哈。有的粉丝，那个宝宝呢，他没仔细看我的视频，可能我是说谁要要哈，就赶紧那个，那个加我微信，我都在那个要那个紫罗兰的那个宝宝的私信里边把我的微信告诉大家了，因为平台不让咱们加微信，我以后不能在这里说了啊，说了我是违规的，这样事是不好。就是我是那个那个我把那个微信就是以大写的形式，就是13088553569，就是那个以大写的形式那个、告诉你了，完了你们加上就行。平台不允许咱们加微信，加了是违规的。加了微信之后，你才转给我那个运费9块钱，完我就给你这边发货。我当时就人家那看到那个视频的宝宝呢，您直接就加我微信啊。我前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那个打包打了13份。打了13个，那个粉丝宝宝哈，我给他们都邮过去了，而且人家都收到货了啊，大家都很满意哈，因为我这次邮的苗都非常大，都特别大的，就最小的也是这么大，都特别大哈，今天的一个那个我的老粉丝，那个是上海的那个倩倩姐姐。那个他说的呢，他说去年那个有的那个因为也没有经验，第一次我就是有这股热情哈，育了苗大家喜欢要我这还很多，我就给大家记起来，也没有经验嘛，冬天完了还冷，苗还小，有的都死了，有的宝宝就是毕竟花了运费吧哈，还没得到苗，就是心里边很不痛快哈。今年呢你看咱们也早，完了我也有经验了，完了咱们还发的苗大哈，你们都一定能够养好哈。就是现在那个就是那个宝宝都说想要哈，但是已经不赶趟了，为啥呢？我现在吧还有那个十来份吧，我得等养大了再给大家，也得过了10多天吧。你看我们这都穿这个衣服了哈，实际是不对的，就是那两天吧，我们这儿就那个一下降温之后吧，完房间里边还没给暖气，今天呢告诉大家去给暖气，你看我现在热的都不行了，就不应该那个穿这么早的衣服，因为头两天冷嘛，房间里边也冷，我就穿上这个衣服了，我估计明天就不用穿这个衣服了，他屋里边阴冷，现在就好了，屋里已经开始给暖气了，我们北方的房间里的幸福的日子就开始了哈，就是那个宝宝们，这不用再加我这个微信了。明年春天啊，我今年哈就是争取大批的玉哈，大批玉，等着因为你就是今年我玉出来，那个也邮不出去了，天冷了，因为我们这边不比南方哈，南方的那个温度那么好哈，我们这儿就是特别的那个冷。过两天就是该零下的那晚间就零下了，过两天我估计我那一批就是过个10多天，再过半个月或者再过一个月邮都没问题哈，实在不行咱们就发蝴蝶兰吧，蝴蝶兰又到一批的可漂亮了，紫罗兰是不赶趟了，但是宝宝们你们相信我，明年就是我现在就开始育苗，明年春天就一大批，而且品种还一定会很多了哈，今年我就给他们邮走了两个品种，一个紫色的一个蓝色的，这些宝宝们都收到货了啊，非常快，前天发的货昨天也都收到了，完有的宝宝说我怎么没收到货呢，他也没加我微信，他也没给我打运费，你说我怎么给你邮啊哈，完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从我这发就是9块钱运费，如果到你那儿发呢得是那个到付的话得15块钱运费，咱何苦呢多花那5-6块钱哈，我麻烦点，我就是跟大家那个那个啥查微信啥的，反正确实是挺麻烦，就没有邮运费的就不要邮了哈，明年春天，因为你要是太时间长了我都忘了，我得还得统计还得留着，明年现在就是给我邮运费的呢我争取啊都给大家那个育苗，现在这个苗应该是如果10天那个邮不了，那我就等那个半个月，就是等苗大一点，现在已经付运费的宝宝们不要着急啊，要是10天我觉得苗还小，那我就半个月再给大家邮寄啊，还有一批哈，大家就不用再干啥了，如果加微信的话买蝴蝶兰可以，
完了那个紫罗兰呢就是没有了，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已经还有十多个宝宝给我那个打了孕肺，打了孕肺之后我必须保证这些个那个粉丝宝宝的那个紫罗兰的那个啥需求哈。完了又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蝴蝶兰，这不大箱子，看这个箱子我刚把箱子拿出去，蝴蝶兰都在这侧呢，我一一的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哈。因为啥呢，就是不，大家就不要再那啥了，那个紫罗兰的那个运费那个不要再给我寄了哈，也不要给我转了。我就是放心啊，等到明年春天我一定会育更多的苗哈，完了就是满足大家这个喜欢哈。确实是紫罗兰，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花，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非常喜欢它。它矮矮的趴趴的，还不用怎么打理，它还不怎么生病不生虫，就用松软的土对，宝宝们收到这个货应该记着啊，都说好几遍了，用松软的土，完了不用见强光，在这日光灯下，就在咱们的灯光下，它就能够正常的开花。如果有点弱弱的阳光，它不是长得更健壮，它会更好啊。就拿起来飘轻飘轻的，干透了，完再浇就赶趟，哪怕叶子都耷拉了，你再浇就赶趟啊。那个花就是它是有点多肉的性质，因为它是那个叶子非常脆，含水量非常大，所以说它是怕水的啊。这个那啥，我现在给那啥。给大家看看新到的那个咱们蝴蝶兰啊。就是今天这不蝴蝶兰到货了吗，我给大家看一看啊。看这个不就是绿熊吗，完了第一天吧，就是我也糊涂了。那个就是给我发货那个小姐妹，她说这个叫第一名是不对的，这是绿熊，这个叫第一名啊。这个粉色淡粉色的那个花瓣，完了那个深粉色的心儿，这个叫第一名啊。这是绿熊，完了有一个小姐妹说要两颗，这个已经给我交钱了，有一个粉丝哈。完了我这回纠正一下啊，看他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啊。这叫第一名，这个绿熊，这绿熊吧就剩一颗了，他当时他交了两颗的钱。好了，你看这个第一名，不是是第一名啊，这回是第一名了。看三根箭，这个特别好，哎，你这颗也是特别好，刚才到的货非常好哈，特别的漂亮。就是吉祥来了，大家盼的吉祥，有好几个那个网友那个、跟我说要吉祥，看吉祥全来了，看吉祥啊全来了，吉祥，看就这一根是单箭的，剩下都是双箭，好看都是双箭，非常双，而且这个满天星也特别好看，这个满天星也特别的好看，多枝多叉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呀，这个我有点整不清，这吉祥都是这么漂亮，看这吉祥都特别新鲜，看都是双箭，看全是双箭，这吉祥全双箭，这根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看这个满天红非常好，这满天红都是多枝箭，你看这也是吉祥，这个吉祥是这两根箭更大，那这两根箭更大，看还有这两颗安娜，这两颗安娜也非常漂亮，看都是双箭，看这是一颗都是双箭，完了这是黄蜂，你看这是黄蜂，你看这黄蜂都是双箭，看都是双箭，而且箭都一边高，它让箭都一边大，看这个也是蜂蜂，都是双箭，双箭都是一般大的双箭，看这两个双箭都是一般大，特别好。你看这第一名都是双箭啊，非常好质量，或者是吧，特别这个那个啥呀，吉祥好啊，吉祥刚才来了就让一个顾客拿走了两颗，还有六颗，你看这吉祥。非常好啊，那个想要的宝宝们你赶紧就下单啊，给我那个想要的话，我微信发出去后想要的话，完就加我微信啊，跟我私信，完我告诉你怎么加微信啊，还有这个安娜就是这样似的，这安娜我看着前面好像花蕾很少了似的啊，
你看这个安娜哈，你看我拿这个，咱们看着前面花蕾好像很少了似的哈，就跟去年冬天我栽那个就是那紫水晶似的，前面没啥花蕾了，但是你给它浇上花肥哈，给它点上点花肥，它不停不停的往前还往前伸啊，还能够往前生长，就这个就整个这个花穗还能往前伸，这个还能往前长啊，看着好像没有花蕾的，实际上还能往前长。多大？你看这一颗，这一颗都将两颗了。看这颗也是，哎呀，这也是花茎特别大。哎呀，这两颗盘在一起的，我这一个手倒不出来。高贵的吉祥哈，又到了哈。我，就是它的颜色，你看这个花型吧，非常的高贵。看，红色的，带那个什么金边儿。啊，你看都送件啊，你看这个件这花蕾全出来了。那个都没有干啥，你看这个更大，哎呦，看这个，哎呦，发现没碰着，看，真是好看呀，看这吉祥的颜色，漂亮的吉祥的颜色，非常的高贵哈、啊，你看它，太高贵的颜色，红色的，喜庆的，那个，而且它的颜色还是颜色比较深，完了它是金边啊，非常高贵华丽哈。镶的金边的吉祥，非常华贵。嗯，给它放这儿。什么名字啊？刚才这不叫第一名吗？叫第一名吗？这个你看，这三根箭哈。完了，这个叫第二名啊。这个小姐妹胡噜巴嘟的，她把昨天吧把那个绿熊给我发成第一名了。实际这是第一名啊，它就是淡粉色的，淡粉色的。完了，那个上面这个花冠，完了这个心儿吧是玫粉色的，就有点像大辣椒那个颜色。这个、叫那啥第二名，这个、叫第一名，这个、叫第二名。你看这个用数字起名多滑，多有意思哈，挺滑稽的。看，这个第一名，这个好几个那啥。花见，来就到这些，昨天那个大辣椒啊和藏宝图啊还都有啊，来，藏宝图啊，这货的品质非常好，还有两颗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国斑，你看这个法国斑特别好，你看，它这两根箭啊，这两根箭是一颗花啊。所以说我就是给我供货这个供货商，他这个货的品质特别好。这是两根箭，是一颗花啊，这两根箭是一颗这个法国斑。嗯，你看这大辣椒啊多长，看这大辣椒有多长，大辣椒打包我也能给你打啊，就是我现在上次的经验我已经那个掌握了，吸取了教训了，已经会打这大辣椒的包。这大辣椒一般的不给发货。这黄蜂这两颗是一根箭，这两颗是一颗花，这两颗是一颗花。这黄蜂这个品质一直都特别好，你看这两颗箭是一颗花。哎，它倒了，太多了，我得好好整理一下。看这两颗箭啊是一颗花，看这两颗花，这两花箭基本上一边高。看这安娜也这么老大。你想要那个蝴蝶兰的那个都给我，那个就赶紧下单啊。完了，怎么买，你想跟我怎么联系呢，你搁私信里跟我说，我教你怎么加微信啊。嗯，完了这样式的，就是那个中花型的那个，就是中大大颗那个，都是48两颗包邮，小颗那都是35啊两颗包邮啊。我那35那两颗，那个包邮，我那个价格比他们咱们同等价位的，就是在网上都便宜5到6块钱。好，拜拜，再见。需要的宝贝们联系我哈。